今天晚上上帝的敬拜呼召是来自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是施洗约翰当他看到主耶稣出现的时候他的宣告。因此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同的站立在上帝面前，来聆听上帝呼召我们来敬拜他。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以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位用圣灵施洗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一同的纪念这位上帝的羔羊在2000年前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因此让我们一同的低头来呼求他的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哦，至高的主上帝，全能永恒的上帝，我们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逾越节羊羔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在他里面来欢喜庆祝这节日。因为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因此我们如今可以一同欢喜快乐庆祝这节日。因为他的宝血已经抹在我们的心门上，那逾越的新月已经升起。所以慈爱怜悯的 天父上帝，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一条脱离罪恶的道路。我们今晚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上帝，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们，今晚你的神问候你说：愿平安、怜悯、恩惠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归于你们众人，阿们。让我们一同的用起应来的方式来一同诵读羔羊颂。哦，基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求你怜悯。哦，基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求你垂怜我们。哦，基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赐我们平安。阿们。让我们继续的用三圣颂来祈求上帝垂怜我们。圣在上帝，圣在全能者，圣在不朽者，求你垂怜我们。圣在上帝，圣在全能者，圣在不朽者，求你垂怜我们。让我们继续的站立，用主导文来一同的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们的祷告，说：我们的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现在我们来有请徐晨真姐妹来为我们带来第一训。第一训，宴席，马可福音14章12节到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
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们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这是主耶稣受难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犹太人传统当中的逾越节的筵席的日子。逾越节，如果你们了解一些旧约的背景的话，是犹太人纪念他们在古代的时候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节日。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里面记载了这个整个事件，也就是在尼撒月的第十四日，上帝命令在埃及的以色列民每一家需要宰杀一只羊羔，他们要准备一些苦菜和一些无酵饼，要和这个羊肉一起吃，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当那天的晚上，上帝派遣了一个灭命的天使进入到埃及全地。上帝说，这个天使将要在每一户里面击杀他们的长子，除非他看到了这家的门框上有羔羊的血。因此，用这个血做记号的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去，因此被称为叫做逾越节。这个天使越过去不击杀这家人，所以以色列民凭着这羔羊的宝血就躲避了灭命天使降下来的审判。而最终，埃及人因为他们痛失了长子，包括法老在内，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此，上帝命令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要纪念这个逾越节，来纪念上帝带给他们的拯救。然而，整个旧约当中，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最终所表明的，恰恰就是上帝最终要差派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个上帝的羔羊，那个真正的羔羊。而2000多年前，这个羔羊也的确来到这个世界上。在那天晚上，这个羔羊在他自己被杀之前，亲自的摆设了逾越节的筵席，来款待他的子民。就如他曾经说过，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他要用他自己的身体和血来成就那最终极的出埃及，那个最终极的拯救，就是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和死亡的统治。这就是上帝羔羊的神圣的宴席，是一场真正的生命的盛宴。因此，让我们一同的用第一颂，在羔羊的盛宴上来一同的默想主耶稣所为我们摆设的这筵席。我们坐在下面一同的来唱。Thank you.
二训。第二训争论，路加福音22:24-30。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这位摆设筵席的羔羊，却实实在在的是一位君王。君王的形象往往和羔羊的形象是不相容的，但是却在耶稣基督里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这位羔羊君王的最后的晚餐上，餐桌上的气氛显得有点尴尬。门徒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耶稣与他们所在的最后一晚，他们也并没有因为耶稣带领他们进入耶路撒冷而变得更加的祥和其乐融融，反而在这最后的晚餐上他们争吵了起来。他们争吵的内容是在他们当中谁的地位更高，谁更大。因为他们并没有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他们并没有明白耶稣要为他们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都兴致满满，他们以为就像曾经在旧约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击杀了埃及人，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奴役一样，他们认为这位耶稣将会带领他们击杀罗马人，并且带领他们建立一个地上的弥赛亚的王国。因此他们以为作为一直跟随耶稣的左膀右臂，他们将会马上成为这个地上弥赛亚王国当中的王侯将相，享受荣华富贵，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们的思想依旧想的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然而耶稣告诉他们，他的国和今天这个国度世界上的国是不同的，他的国会翻转整个世界，他的国会颠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自以为大的反而会变成小的，那些自认为是首领的反而在耶稣的国里面什么也不是，但是那些真正的领袖却是仆人。在基督的国里，最大的就是基督自己，他是整个国度的元首。然而耶稣说，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我们。而他最终极的服侍，就是把他自己的命舍去，做我们的赎价。因此，让我们一同的默想这一点，来颂唱第二颂，教会唯一的根基。我们唱四段。
好，我们现在要来一同的聆听第三训。第三训，洗脚，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到十七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当耶稣说在他的国里伟大的要去服侍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不像今天许多的领袖只是喊一喊口号，去动员一些其他的人去做他们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却一根手指也不会动。耶稣是真正的领袖，他真正的用行动去证明他所说的。在这最后的晚宴中，耶稣起来洗门徒的脚，或许这件事情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讶，但是如果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为另外一个人洗脚是一件极其羞辱的事情，甚至在拉比的教导当中，他们说一个人的奴隶可以为他的主人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主人不能够要求他的奴隶为他洗脚，因为洗脚在犹太人的文化里是非常羞辱的。然而耶稣却来洗门徒的脚，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洗那些肮脏的污秽的罪人的最肮脏最污秽的地方，就是脚。然而这个时候彼得出现了，彼得拒绝耶稣为他洗脚。有多少时候我特别喜欢彼得，因为彼得每次出现的时候都会为故事增加喜剧的效果，但是又非常的深刻。彼得说：耶稣，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你是主，我知道这是极其羞辱的事情，你不可以这样做，我洗你的脚都不配，为什么你要洗我的脚？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去为耶稣做一些事情，但是却忘记了在耶稣面前真正的谦卑不是去为他做什么，而是去领受他为我们所做的。真正的谦卑是让耶稣来服侍我，这就是福音的本质，不是我们能靠着自己为上帝做些什么事，而是上帝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而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这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被耶稣服侍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服侍身边的人。因为耶稣将要做的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去洗那肮脏的脚，他要做的是要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灵魂当中更污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罪。这是耶稣最大的服侍，那位圣洁无瑕的上帝为污秽的罪人舍去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同的来唱第三颂，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一同的来聆听第四训。第四训出卖，约翰福音13章18到30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谁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耶稣的受难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十字架上，海德堡幺零零告诉我们，他在地上的一生都是受难的。而就在这个团聚的筵席的桌上，耶稣也正在受苦。他知道犹大出卖了他。圣经说，耶稣心里忧愁。或许你也感受过这种感受，或许你也经历过被人出卖、背叛，你全心所爱的、所信任的那个人，你亲自摆设筵席去款待的那个人，你亲自打开自己的心门邀请进入到你生命里的人，反而深深地伤害了你。如果你经历过这些，你就知道耶稣的感受，而耶稣也知道你的感受，因为他经历过同样的事。虽然犹大用了30个银币出卖了耶稣的命，但是耶稣却用他自己的命买赎了你。在人类历史上，他要用全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不公义，就是义人被罪人出卖，来成就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义。因为上帝的愚拙比人的智慧更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的力量更刚强。因此去信靠那位被出卖的耶稣吧，因为有一天他会再来，他会把一切的不义都除去，并建立上帝最公义的国度在这地上。因此让我们一同的翻到第四颂，我们要唱第四和到第六段。让我们一同再来聆听第五训。第五训新命令，约翰福音13章31到35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顿饭还没有吃完，犹大就拿着钱囊走了。在犹大走了之后，耶稣对剩下的十一个门徒说了这番话。他对他们说一些他们还听不懂的话。他说他将要离开，他所去的地方他们去不了。耶稣说这些话我对犹太人也说过，就是那些反对我的犹太人，他们也听不懂，但是没有关系，你们以后有一天会懂。然后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以后我不会在这个地方，我不会在这个地上，你们还会在，因此我要颁布一条新的命令留给你们。耶稣说这个命令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不会再在这个地上了。这个命令为什么会是新的？或许你会想，难道旧约的律法里面没有说要爱邻舍如己吗？这并不是新的。在耶稣来以前，许多的宗教的团体，他们也强调对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关爱，彼此礼貌相待，这也不是新的。就算是非信徒，他们在他们的朋友圈里面也可以相敬如宾，也可以非常的为他人着想，可以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这也不是什么新的。那耶稣这条命令到底新在哪儿？耶稣这条命令就不仅仅是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这条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接下来的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怎样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的命令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道德原则，所有的礼貌的原则都不同。耶稣这条命令的心在于要像我爱你们那样去爱，你们必须先明白我有多爱你们。我有多爱你们呢？我可以为了你们舍掉我自己的性命。因此，耶稣颁布的这条新的命令并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用靠自己的努力尝试去满足上帝的律法，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自义。耶稣的这条命令不是为了让我们好像能够达到这个命令，因此让我们可以自我感觉良好。耶稣说的这条命令跟这一切都无关，跟我无关，跟我自己无关。耶稣说的这条命令是，你要知道耶稣对我的爱，也因此借着这个爱去爱身边的人。因此记得，这是耶稣今天给我们的命令。耶稣今天没有坐在这里，但是他坐在天上，而他的命令赐给当时的门徒，也赐给今天的我们。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怀着这样的心来，一同的唱第五颂，一条新的命令。
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第六训。第六训圣餐，马太福音26:26-30。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杯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是饭吃到最高潮的时候，这是大家都有点微微的微醺，大家开始可以敞开心扉，开始可以聊自己心里面的真心话的时候。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到了这个时候，又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招待客人的主人会向在座的所有的人解释逾越节筵席的含义。大家会回顾上帝是如何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是如何行十灾，降下十灾给埃及，并且是如何借着那个涂抹在他们门框上的羔羊的血，拯救他们的一家脱离上帝的审判，并且上帝如何如同一只雄鹰展翅，背着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与他们立约。他们会讲到，当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带着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到西乃山的半山腰，在那个脚下如同明镜一般的天色的蓝宝石一样的地方，与耶和华上帝面对面，在他的面前坐下来，与他一同吃喝。而这正是耶稣所做的。耶稣在这场筵席进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开始向坐在他面前的人解释他到底在做什么。耶稣所做的正是当时旧约的出埃及的那位耶和华上帝所做的。然而耶稣所做的更超越了他曾经在旧约的时候所做的。耶稣的不是在解释让门徒回顾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耶稣所做的是在用这桌上所摆的饼和酒去开启一个新的约。而这正恰恰就是先知所预言的，时候将到，耶和华要带来一个新的约，而在那个新的约里面，上帝要亲自赦免他子民的罪。这就是耶稣用实实在在的有形有体的方式向他的门徒彰显他是如何爱他们的。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这就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因此，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一同的来唱这第六颂。我们要唱两遍。我们用不同的一个调来唱，用诗篇118篇的调来唱。Thank you.
一同的来聆听第七训。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十，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吃完了最后的晚餐，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在夜间要一同的祷告，因为就像曾经他们从埃及出来的那天晚上，面命的天使正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在聚集在一起祷告。而耶稣是来到科西玛尼园，开始了他的祷告。约翰则记录了耶稣祷告的内容。你会想，在耶稣知道他马上要被抓起来，马上要上十字架，在这之前他会祷告一些什么事情？当你知道接下来你要遭遇到非常重大的痛苦的时候，在这之前你会祷告什么？耶稣会祷告什么？耶稣会为谁祷告？约翰告诉了我们，耶稣为了他自己祷告，他祈求父来荣耀他，但是耶稣也为你祷告。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那个黑暗的科西玛尼园里，耶稣正在为你为我祷告，不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心想事成，不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身心健康，不是为了我们能够家庭美满幸福，当然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祷告是
叫我们能够认识他，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他，叫我们能够因为认识他而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爱，并且能够因着上帝的爱而能够在他里面合一。这是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祷告，这是耶稣为我们所发出的爱。耶稣今天依旧就在现在，在天父的右边也在做着同样的祷告。他是一位不停地为他的子民代求的大祭司，因此能想到这一点，耶稣对我们的爱不仅仅是他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他在设立圣餐当中，耶稣对我们的爱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甚至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就是在这些祷告当中，在客西马尼园里。因此让我们一同的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唱第七颂，耶稣今天也坐在上帝高天的宝座面前，在为我们代求。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有这样的荣幸能够一同的聚集在这里，来一同的纪念主耶稣，就是我们今天刚才在经训当中所读到的这一切的事情。圣经不是一个童话，
圣经也不是一些教你如何在这个世上获得美好的人生的一些普遍的原则。圣经的记录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人身边。而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去一同的怀念那个真实的发生的，在2000多年前那个夜晚耶稣所做的一切。对于那些按照上帝的意思忧伤，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确认对耶稣基督有真信心的人来说，耶稣在那天晚上所说的，对你们来说都是确实的，在他一生对你们所说的都是确实的。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真的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相信吗？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相信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最后面那句话，为的是纪念我。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想在今天晚上我想提醒你们的是，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前面那句话，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血。不是我们在这里面去纪念，为他做一些纪念的活动而已，而是他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来喂养我们。尽管这些神圣的元素，他们依旧是饼，依旧是酒，他们的本质没有改变，不要陷入到天主教的错误，话之说的错误，他们的本质没有改变，他们没有变成耶稣的身体，没有变成耶稣的血，但是他们与所象征的实体是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们所象征的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他们的结合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们毫不怀疑，反而喜乐的相信，我们在这圣餐当中所领受的不是别的，而就是耶稣的身体，他被钉的身体和他流出的宝血。对那些依旧生活在悖逆之中，以不信的心抵挡上帝的人，这神圣的饼和杯只会带来更重的刑罚。如果你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活在他恩典的统治之下，我们劝诫你在今晚不要领餐。但是今晚对于一切悔改相信的人，你们全部都收到了邀请，来到这圣餐桌前，不是因为你们自己配得，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够优秀，而是因为上帝已经为你披戴了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因此不要让你信心的软弱和你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失败拦阻你来到这个圣餐桌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己惩戒自己，如果上帝没有借着他的教会惩戒我们，上帝的恩典就是够我们用的。或许你的良心正在谴责你，或许你的罪正在抵挡你，但是今天上帝把他的宴席敞开给你，说，来吧，我来喂养你。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来惩戒自己，不来领上帝的圣餐。因为这圣餐正是为了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失败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喂养，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刚强。正如圣道已经应许了我们上帝的恩惠，同样我们的天父用着圣礼对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再次的加以确认。所以来吧，一切信靠主的罪人，今天晚上这筵席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2000年前
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就在今天这个晚上设立了这圣餐。你也借着他为我们确保了一条通往你面前的道路。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圣道和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能够借着这圣礼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真正的享受与你的团契相交。主，我们感谢你，为着耶稣感谢你，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并且你也顾念我们信心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刚硬，我们的不信，因此你借着那最后的晚餐设立了这圣餐，好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到，好叫我们能够用嘴尝到那真正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供应着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祈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用着信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今晚一同的来到天上的圣餐桌前，来一同领受上帝为我们灵魂所预备真正的筵席。凭着上帝的应许，这饼和这杯就是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将你们的心仰望主，我们将心仰望主，让我们一同来前面与耶稣一同同行，来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弟兄姐妹们，就像当时那场晚宴一样，耶稣拿起他的饼来，拨开祝谢了，然后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拨的饼，保罗告诉我们是统领，是有份于耶稣的身体。因此拿起来吃着饼，纪念并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拨开的。我们一同来领受。饭后，主耶稣也拿起杯来说，这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不是用牛羊的血，不是用任何寄生的血，是用我自己的血。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所祝福的杯就是统领，是有份于基督的宝血。拿起来喝着杯，纪念并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流的。我们一同来领受。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主，我们为着这圣餐的祝福而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与你同享这筵席，但是出于你的邀请，你把我们邀请到基督的圣餐桌前，为我们披戴了他的义，好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你的怒气，而是你的赦免。你赐给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而是盼望。我们知道那位高升的救主，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已经使我们与你和好，就在这个时刻正在你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此主啊，我们信靠他所说的，就是那凡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就有永生。我们盼望着将来与他一同复活，一同永远长存的日子。主，我们也信靠你的应许，就是你必要拯救一切呼求他的罪人。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圣灵，在今生用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来荣耀你，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于你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后的，在我们用最后的中曲来结束之前，我们一同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会打开你的 bulletin， 会看到有一个会众的祈祷文，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来诵念这份这个祷文，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同祷告说：全能的父啊，你的爱子在他受苦前的那夜设立了他的身体和宝血的圣礼，求你开恩怜悯我们，使我们能以感恩之心领受这圣礼，纪念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这显圣神圣的标记中，他赐给我们永生的承诺。他如今活着，与你和圣灵一同掌权，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的最后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的起立来，向他歌唱我们最后的这首圣诗《唯一的安慰》，我们一同的来向他歌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今晚一同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然后我们会用三重阿门颂，并不是三一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愿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们